佛教给我们修行，修什么？除二障而已啊，没有别的。因此，世间一切诸法，人事有没有是非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善恶？没有啊。有没有真假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是真相啊。一切真假是非善恶，从哪里来的？从人心变出来的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事实了，我们很会变呢，我们统统变好的，统统变善的，这个就是诸佛的净土。不会变的就变成三途我道了。谁变呢？自己变。不是别人变了给我们享受，是我们自己变自己享受。就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己变自己享受。你自己的心不清净，你怎么能往生？佛虽然大慈大悲，佛为什么不能让你去往生？因为净土是你自己变现的。身如镜中的人晓得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。那一般人念的时候有没有念到这个境界呢？他念到这个境界他自己不晓得，不知道没关系，他到这个境界他就有这个收入。他不到这个境界，念得再勤奋，念得再多，也不能往生。这个理与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，不能把这一生这往生的大事因缘给错过。他真的心清净，心净则土净，心清净，这个唯心净土、自心弥陀就现前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们这个心有净、有慧、有迷、有悟，所以才有十法界。净土呢，只有悟没有迷，只有净没有染，这是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心净则土净，要想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要被境界所染污。所谓染污呢，就是动心起贪嗔痴慢，就被染污了。顺自己心的起了贪爱了，你染污了；不顺自己心的起了嗔恚了，你被嗔恚染污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七情五欲就是染污之相，染污的样子。如果我们对一切境界里面不起七情五欲，保持这个心的清净平等，对境界一切寥寥分明，该做的我们尽心尽力去做，做得圆圆满满，这个心就是清净心，这样的心才能够生净土，与净土就相应了。什么人能到极乐世界？心清净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们虽然念佛念一辈子，心不清净去不了啊。什么人有能力在临命中那一刻把心里头些牵挂的那些东西一下放下？几个人能做到？最后一念做不到还有牵挂，完了又搞六道轮回去了。念佛的人，过去李老师常说啊，一万个念佛人能往生的三五个啊，就算五个吧。念佛人当中还有9995个不能往生，能往生这五个。什么原因？最后的一念还是没放下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是我们真正的伤害啊。如果不往生，这一生的修行呢都空过了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怎样才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？那你这个信愿要坚强，强烈的愿望，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，对于现前这个世界决定没有贪着，
换一换，真正能放下了，没贪着。诸位要知道，无贪无着啊，你就没有烦恼了，你心就清净了。心净则途径，与西方净土就感应道交。所以修净土的人就是要修净心，要想修净心呢，就要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。如何把我们污染的心呢恢复到清净？大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啊。无论哪一个法门，都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怎样悠然再回归清净。我们今天用念佛这个方法，净宗啊是用智持名号，信念持名，用这个方法，心净则途径，得到清净心了。给诸位说，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，与西方净土感应道交，那个时候往生可以说是自在往生。这个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我们今天想去去不了，到底在哪里呢？心不清净，跟净土不相应，一定要念到清净心。凡是对心有污染的，我们都要警觉到那是错误，应该舍离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成就，真正往生，真正得到经典里面所说的这样殊胜的利益，那就得要认真，一定要把烦恼习气妄想执着念掉啊。这些东西一现行，一现行就是业障现行。什么叫业障？妄想是业障，分别是业障，执着是业障。这个一冒出来，马上就我业障现行。怎么样忏悔业障呢？阿弥陀佛，这业障就没有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提起来，就是忏除业障啊，就是把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妄念呢，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换掉，你真的能换过来了，业障就消除了。所以念佛人这个功夫浅深呢，就是检点自己的心呢清不清净。如果你仔细去反省一下，我心地今年比去年清净，这就是你念佛功夫的力量。我这个月比上个月又清净了一些，你的功夫就更大了。如果发现的时候，我今天比昨天也清净多了，那我看你成佛不远了，这叫功夫。就这一句佛号常常念，心里只有这一念，其他的杂念统统放下。用念佛方法，就用这个方法把我们所有杂念打掉，这就是真正叫修净土啊。心净则佛土净啊，修净土是修自己的清净心啊，心清净，心平等了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基本的条件。极乐世界有没有？真有啊。哪里来的？是我们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大乘经里常说，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这就晓得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阿弥陀佛是我自信变的，极乐世界是我自信变现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自己变现，自己想去，哪有去不了的道理？